大家好，我是小玉，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周报。台北股市频创历史新高之际，可是联准会的官员却频频出来放话，说今年可能不会降息。如果今年可能不会降息，或者是顶多降个一码，这个降息的步调不如原先预期的话，那难道对于台北股市、对于全球经济来讲就会是利空吗？还是说现在有不同的面向可以来进行解读呢？今天我们也隆重的邀请到了台经验景气预测中心的主任孙明德孙主任来到现场，跟大家来解读大家最关心的全球经济状况。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主任看到他来，大家就知道哇，今天这一集含金量满满哦。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全球股市在这里呢，虽然美国股市、日本股市在高档震荡，但是台北股市持续创新高，是不是真的代表台湾的经济或者是全球的经济从今年的预测状况来看真的不用太担心呢？今年的经济啊，跟股市的表现，其实最近的经济表现越来越好，但是股市呢是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通常股市都是一个领先的指标，所以当股市现在已经到最高峰，其实反映了经济要后面要跟上。但是最近的经济表现，我们可以先看到第一页，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个资料。现在看到这个经济的成长率啊，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呢，大概今年是 2.4， 这边是两个是经济学人跟 S&P Global， 他们的预测跟上个月差不多，因为他们是每个月更新，然后像 IMF 它是一季更新一次。目前看起来全球经济的表现大致都差不多，尤其是美国最让大家惊讶。本来大家觉得说今年美国的经济应该表现不是那么亮眼，应该成长率低于 2%，但最近美国在12月、1月、2月的数字一直都很好，所以呢，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成长率被往上调，从原来大概 1.5、1.6， 现在上调到2%以上。去年 2.5， 今年还有2%，所以美国经济根本就没有掉。这也酝酿了联准会之前一直告诉你什么第一季要降息、第二季要降息，现在你听到那些预测机构都一直把时间往后拖、往后拖，因为美国经济数据很好。那欧洲的经济最近也开始有些翻转的迹象，因为像俄乌战争现在看起来已经是个延长赛，你们两个打你们的，我们大家观众回去旁边喝茶看报纸的，没有在管你这个俄乌延长赛。那中国大陆最近在两会之后也提出了很多新的政策，他们现在 要发一些超长期的国债，那个超长期的国债拿来刺激经济。另外一个是他们的货币宽松，各国要降息可能还没降，目前就是瑞士央行、中国的央行一个降准一个降息。那唯一经济成长率跟原先预期有比较大差距是日本，日本去年解封之后经济表现很好，2%以上，所以你看到最近日本人还加薪，然后呢利率会政策还有松动，但日本的经济成长率其实并不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经济成长率目前很多预测机构预测日本的今年大概只有 0.7%，有一家预测是 1.3 了，但是大部分都在1以上。哇，就是你现在看到反正就是大家的成长率都是往上修，只有日本是往下的。因为日本看起来虽然说台积电去了，但也只帮到了熊本，日本全部的经济不可能只靠台积电，所以目前看起来全世界的经济大部分都比原来预期的要好得多，但是只有日本那稍微比较持平一点，所以这个是经济的情况。也因为经济的情况目前看起来仍然扩张稳健，所以全世界的金融的局势也产生一个新的不同的变化。三月份大家都知道那个超级央行周有两个央行表态，这两个最重要。第一个是大家关心的联准会，联准会这一次的表态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跟今年三月的时候，他两次啊都是说我们今年要降息三次，然后呢利率的目标也都是 4.6， 他现在是 5.5 嘛， 4.6 大概要降到一个接近一个百分点，这两个没有动。但你要注意他下面的 有一些变化。第一个，他上次预测的时候今年经济成长率就 1.4，现在是 2.1， 成长这么多，比原来预期跟我刚刚说的高很多。失业率没有原先预期的要到 4.1， 失业率还更低，然后物价比原先预期的要高，所以联准会目前还有一些内部的委员也有表达新的看法，他们认为说现在不要急着降息，因为现在的物价还这么高，经济上还这么稳，你这个时候降息干什么？这个子弹这个工具要拿来慢慢用，不是现在就拿来用的。所以虽然联准会主席说今年有降息的空间可能，但现在大家已经把时间一直往后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日本的央行，大家都期待说升息升息，他也终于升息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升息那一天日元反而是暴跌的？对，因为你升息，对，大家都已经知道你要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前一阵就一直期待能不能讲多一点，就你只是从负利率变零利率。然后另外一个呢，它的宽松政策还要再维持一阵子再观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日本央行不再买 ETF 了。
我们台湾最近很红啊 ，ETF， 其实日本的央行才是 ETF 最大的买家，所以他现在不再往 ETF 撒钱，代表了市场上的资金宽松，他开始要控制了。对，他是控制了，但是呢，他债券那边他没有控制的那么多，但他股票这边他就不买了。那你知道，巴菲特去买日本股市，一他是在日本借钱，这个我们之前节目有说过，他不是从美国把钱搬过去，他是在日本借钱，因为日本的钱零利率、负利率。第二个是他借钱有个最大的。抬轿的人在旁边抬轿，日本央行，如果你用他的持有的 ETF 来算的话，他是很多大公司前十大股东。一般只有共产国家会这么做，他们也要这样做。所以日本的宽松已经宽松到你无法想象的境界，他现在只是从非常宽到稍微宽。所以呢，日本股市如果日本的央行不再买 ETF， 巴菲特你自己就要小心一点。第一个，你借的那个钱资金成本正在提高中；第二个，你之前最大的抬轿子日本央行已经不再买 ETF， 你还不知道它就像国安基金一样，可能过一阵子它就把你要卖掉了。那日本如果央行一旦不买，那你最大的抬轿人没有了，你怎么去支撑这股市？那如果说日本央行不再买 ETF 的话，那这对于所谓日本股市要在网上创历史新高就会有一些难度，对不对？因为最大的买家不见了。所以我们总结这一页的简报告诉各位，美国的央行大家都期待你要降息，但是呢它一直往后拖。日本央行，你一直期待它要升息，它升不了多少，所以你会发现，奇怪，怎么之前应该照说是美国降息，日本升息，两个一接近以后，日元就要开始从150往回升了，结果你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消息，原因是因为美国没有降，日本实际上也没升多少，他们两个利差还是5:0，所以这么悬殊的差距就造就了最近的亚洲汇市表现的都不好。但是最近还有一点，各位要特别注意的是，亚洲很多国家啊，那汇率都贬。但股市都涨，这以前不太，以前都是不会一起涨，因为外资一直在撤出的这个力道，原本大家会觉得说对股市来讲是一个杀伤力，没想到没有，台北股市就一路创新高。还不是台北股市，日本股市好多国家股市都是这样，土耳其也是这样，阿根廷也是这样。为什么靠那支就够了吗？他们汇率贬的时候，然后反而是股市一直涨，这一点我们可能还要再研究研究。Okay. 因为在日本，可能他是借日元去套利，可是你不会去借土耳其的钱嘛？你会去借阿根廷，他们利率很高的，所以最近这种股汇背离的情况是以前少有的情况，各位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些外资最近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操作。那如果说联准会在这里真的一直把降息的时间往后延，有可能会产生什么情况？甚至现在大家更担心的是，如果通膨真的再度卷土重来，联准会难不成会有升息的可能吗？是，我想联准会现在降息时间一直往后拖，现在好多预测机构现在变成第三季，再过两天就变第四季，反正他只要出来一个新消息往后拖，联准会利率还有 5.5%， 然后再加上今年好多的央行都在发债，他们现在因为利率还高，他发的债一定利率也很漂亮，这个时候你拿股市看已经创新高，它的本益比已经不这么漂亮，再来看看，哇，那边有 5% 的债券利息，可能很多资金会被债市抽走，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第二季。我们之前在一月的节目有特别告诉大家，通常美国升息24个月以后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这个第二季目前看起来股市居高不下，但是联准会都没有降息，所以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活水进来的话，股市的基本面你要特别小心。好，所以从日本跟美国的联准会政策的状况来看，其实大家要特别小心。在目前为止，虽然台北股市一路的创新高，甚至包括了很多国家的股市也是，就算汇率在贬，但是股市一路创新高的同时，主任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这当中比较吊诡的一个情形。然后再者呢，如果说在这里呢，这个货币政策不动，持续不采取降息的这个步调，那也许对于股市的资金活水来讲，大家在赚钱的同时，还是要保有这样的警戒心。那现在只有这样的挑战吗？当然不是。接下来下个阶段回来，主任要带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全球这个选举年已经进入倒数计时，非常重要的时刻了。下半年还有美国要来进行选举，如果真的换川普入驻白宫的话，那对于全球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稍后来追踪。